第一集免费，里面放一勺盐，350毫升温水开始和面。应该摆什么点油？你开的，模糊吗？我都模糊了哈，非常相等的份儿。筷子底下撒些油，将面剂子全过。醒多长时间？这把面子菜子弄好了，这面子醒好了，这马上弄好后就弄菜，给面剂子呢再刷些油。白菜切碎。好久没吃白菜了。啊，这个也是。中国不擦汤匙。里面放些盐，搅拌均匀，撒一下水，腌5分钟。菜呢，水一热，给里面倒些红薯粉条，葱花。调和面，盐，油，搅拌均匀，一个旋子就做好了，用手一按就行了。它掉了吧？嗯，要不然这一团厚很，一拧，面生热了，直接打到锅里。这些薄荷。薄荷，你看这鼓起来，这都熟了。撕开让大家看一下，哎呦，太少了！看，皮婆菜多。我用来要捣乱呢。乱捣乱捣，来，我要吃一个噻。对了，奶奶把这白开稍微点一下，你吃。你看这皮婆成啥子了？菜也多啊。嗯。来端上，端上些呢。这奶奶白开我一吃啊，慢慢我慢慢。好重啊！嗯，还有奶奶还有，我这锅里还有。我终于食欲打开了。嗯，天天我都吃奶奶打开的那个。这个不少了，我拿上就可以吃。来，把这白菜。我还已经吃了一口了。吃一口没关系，我爱吃啊就吃。来，吃这个。啊。嗯。不，啊哦，最近也吃牛。我娃那个小狗儿呀，那就吃一个。我就跟小馋猫一样。嗯。好吃吗？嗯。